你这人心机介重呢？就算你真正是介意阮嫂啊，你也莫出这种恶报来冲康阮哥啊！林子彤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廖凯宏就算阮哥安怎不择手段，我嘛袂提担心拜托阿姐来公生笑。你要叫我黑乌鸦好，给我好什么名拢好，我会当无计较。但是我不准你讲出这款话来污蔑我跟担心的关系。那你这样子，我是要创啥？啊，唔就是你介绍王宏走去啊，害你伫咧阮嫂面头前下面子，你介绍都上去，唔知要去找伊算账。拜托的，发生这款代志哦，是阮精英医美爱承担的，阮哥跟阮嫂爱负责的。你莫甲我讲你啥物都唔知哦。那是我私人的代志，你也要看到就担心是要创啥？我就知影你啥物拢唔办。网红哦，唔惊人闹，都惊无话题通好吵。你安尼去找伊哦，对方拄好有机会。是你的头毛是会打手，我刚划算，这样发生这种代志啦！你是讲啥？较紧的啊！请啊！处长，恁敢有要坐电梯？我要赶时间。歹势啦！起来！哎呦！消息，真正是无名堂做哪啦？无你是倒开啊咩？我来滴个真遐难呐！哦，我放弃啊！你放弃？做半头毛嘞？我直接无法度，即摆怕死个啦！啊，佫有一个方案，会当上紧解决这个问题。哪里就赶紧解决啊！干你落去，我真正是无名堂做人啊啦！哇！无你提答我即要创啥？你莫想要搞我毁容泄愤哦！用烧较紧啦，你小可忍耐者，真紧好。麻烦。无你即摆是当作切生日蛋糕吹蜡烛是毋啦？小红妹，我是被小林妹头毛啦。先别冲动，我看一下。免看了，已经怕死干了。今嘛，把衫哦，用夹刀夹掉，你较紧啊。我这衬衫是限量版的哦。你敢敢用夹刀夹你试看卖？限量版的衫都较贵，刚贵也贵，我想买下面。我跟你讲哦，若真正受伤，你敢买去？我。问题解决啦！既然看袂顺眼，你就去阻止伊呐。哥，你毋是讲过，野生动物哦，那是雄性睾酮素水平上升，求偶模式就会启动，很容易去打动异性。刚刚你要看这款代志发生，妹妹，你少咧笑是因为哦，是客气啊，因为今麦等咧拜托廖凯宏斗三工嘛。你今天笑好笑的嘞，今天以冷面笑将。虽然讲我的办公室无外人啦，啊，不过你穿安尼无礼无体，蛮不易。受到邀请的网红总你捌看到，下面主的是阮精英医美。啊，这敢是我讲完的？是啊，若不是你拄则这么冲动，想要拍人，我嘛无煞这么紧去把衣衫拆破。